开饭。今天我们是猪蹄，还有胡萝卜丝、鱼。还有我们家的麻辣梅豆腐。农家手工麻辣梅豆腐优惠四米。这个猪蹄差点烧糊了。这个梅豆腐特别下饭。
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好呀！今天我们喝粥，还有吃个红薯煎、麻辣梅豆腐。姐妹们，今天这个麻辣梅豆腐是跟姐妹们开的活动价，平时是22.9，今天是优惠4米，只限今天一天晚上12点结束。到家可以直接吃，配粥、配面条、配米饭都可以。它是农家风味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，纯手工制作的。我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这个梅豆腐，尤其是夏天配粥。瓶装梅豆腐拍一发二，太香了。像那个吃糖的麻辣是力减了7米，如果姐妹们很长时间都吃不了的话，就不要拍吃糖的，因为夏天了嘛，怕姐妹们不好存放。啊，太香了。这个梅豆腐的味道，绝绝子。夏天不知道吃啥，一碗粥梅豆腐搞定了。拜拜。